达成率怎么算？达成率是指为实际值对比目标值的符合程度，一般用百分比表示。计算方法和结果判定分为两种情况：一、目标值越大越好，达成率等于实际值除以目标值，所得百分比数值越大，符合程度越高，大于或等于100%即为达成目标。二、目标值越小越好，达成率等于二减实际值除以目标值，所得百分比数值越大，符合程度越高，大于或等于100%即为达成目标。例如计划完成100，实际完成50，则达成率等于50除以100乘以100%，即达成率为50%。计划完成减100，实际完成减50，则达成率等于2减(-50)除以(-100)乘以100%，即达成率为150%。